我们看94-2单选29这一题，这一题是一个线对称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知道这左边跟右边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两个角一样大，这两个角一样大，所以这边这条线呢其实是角平分线。好，所以前面 这两句话呢是正确的。那接下来对称是对过来是一样，所以这两个边也一样，所以 OB 跟 OD 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这边单选题的话，当然我们就可以选的 D。 那其他呢，我们再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说 AOD 有没有贡献，它图形画的好像有贡献，可是呢其实不一定有，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两个角会一样。如果这两个角都是这样，例如说都是40度40度，这样子加起来其实这里并不是180，贡献的话要180度，所以这边的这三个点呢其实是没有贡献的。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选项 D。